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哦，来录一下那个哦，那个是思考点哈、哦。那个因为这个案例哈、哦、比较特殊哦，那个对移工哦，那个违法盘查、滥权上铐、哦严刑判刑的首哈、哦、第一个例子哦。哦，先前的那个像中立哦，中立那个哦张老师那个案件的，哦新国派出所的部分，现在好像还没有下来，哦但是被监察院哦，监察院纠正啊，中立分局啊，但是这个部分哦，严检因为临检违法盘检啊，盘查，然后乱权上铐啊，这个被判刑还是哦，以老师从警来哈，他看到的哈，是好像是首例，应该是首例的哈。那个我一再在上课的时候讲哈，那个我们要在教育哈，我们那个哈严检哦。那个妨碍公务哈，那个是最后手段性哦。你不要动不动啊，反正我警察呢，要不然呢，对不对？哦，给你上手铐，给你管束干什么？哦，管束还好一点，你知道吗？办妨碍公务有没有？这个部分那个会真的是比较过分啊。好、哦，所以说就因为我们长期下来哦，我们师徒子哦离开学校以后。有没有都是学长教学弟，哦啊，但是学长哦，如果是那个各方面的法学没有再精进的话，哦，就会有问题哈、哦，就会有问题哈、哦，所以说这个是警察制度哦长期下来的一种哦那个哦现象的哦现象的、哦，所以这个部分的话，还是要各哈、哦、各单位哈、哦、应该是比较。哦，除了政策面的修改以外，哦，那个严谨的哦，常年训练要落实的哈、哦，不管是短期的训练或长期的学校的教育，哦，这个很多观念我讲很多哈、哦，那个我刚才哦，那个下午又刚刚听哦，跟那个讲说哈、哦，在问说严谨哦，严谨拦盘查哈，拦查那个、哦、比如说开车的哦。那个驾驶有绑安全带，那个又哈，驾驶啊副驾驶没有绑安全带，后面又坐了两个，一共四个人。哦，那个那谈下来，那个开单子当然是可以开单子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如果是交通交准的部分啊，当然是交准的部分可以开单子嘛，哈、哦，或是临检哦。但问我说，能不能盘查那个哦没有系安全带的旅客？哦，身份哦，理科所有理科的身份可不可以盘查？拿出证件。一般同学说为什么不可以？当然可以啊，对不对？可以查证身份，可以盘查、啊，对不对？他又没有系安全带，我怎么敢？问题是没有系安全带是开那个驾驶人的，驾驶坐副驾驶座那里，你凭什么哪一个规定？你给他盘查身份，他有违法，你知道他是通缉犯，你知道他是现行犯，你知道有犯罪之余，符合第六哦，警职法第六条第一项第一款，还是其他你知道他哦对犯罪知情，或是说哦那个停留哦不该哦要有证照的地方或滞留。或是有那个意图有那个重大犯罪的，哦，或是第六款的，那个计划性的临检，哦，你盘查身份要有规定啊，不是说我警察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，对不对？他没有绑安全带，他顶多是开单子开驾驶嘛，你盘查身份，啊，你盘查身份，你拿了身份证干什么？他问我呢，就老百姓问我说：“哎，谢老师这样可不可以？”我说：“不可以哦，哦不可以哦，哦，因为他不符合啊，除非我说你车子有没有像符合第八条，有没有？第八条那个哦，那个有问题哦，那个蛇形还是怎么样？你说没有，哦，我说没有，那很正常的话就不应该哦，那很正常啊，就是第六条了，警察法第六条的。”哦、啊，那个如果是有蛇形、啊，然后合理哦，怀疑客观医生哦，那个
危害的话，哦，那当然就可以，或是已哦已发生危害，哦，符合第八条了，哦，符合第八条，哦，不然就第六条，哦，所以说我们要讲，哦，老师一再讲，哦，这个研究所考的，哦，知情要件跟那个违法要件，哦，你我上次有讲过，上课我有讲，哦，那很多学者有主张的嘛，对不对？我怀疑你，哦，我怀疑你怎么样的嘛，对不对？那怎么样都是违法要件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我怀疑，哎，你是这边的小偷，怎么样？因为刚刚我们通报，哦，那个哦，长相怎么样？哦，我怀疑你是小偷，哦，我怀疑，就警察嘛，是以凭我的经验，凭我对周遭环境，对我通报还是民众检举？这是我的那个主观性的，哦，我的职权认定。你但是你是不是小偷？那个是违法要件嘛？哦，都要符合嘛？你临检，你不是说我警察，我都按照警执法都可以临检？问题是警执法第六条还是第八条？你是凭什么哪一个给人临检？哦，同样的这个道理也是一样啊。那移工，哦，这移工，哦，移工是弱势族群嘛？哦，我为什么对这个哈很感慨啊？因为一般的我们一般研检哈做笔录哈，就是知道说哦，请律师的大概就是原住民，大概很清楚嘛，哦，中低收入户这样子，哦，后来就是那个哦，精神障碍的没办法陈述的啊，刑诉法那个，大概就这样子。对移工的弱势，哎，我们有那个两人权公约嘞。就跟国际人权接轨呢，我们要酷刑，哦哦，那个酷刑公约那个部分正在要跟国际接轨呢。哦，我们那个提审法也修改呢，我提审法修改几年前的啦，修改就是我们提审法是真的是很先进的，很民主的一个提审法，连外国人，哦，连外国人都是保护的非常周严，哦。哦，等一下我讲了，好不好？就像这种东西的话，看起来就是很难过了啊，哦。但是还是要提出来讲，哦，还是提出来呼吁，哦，我们严谨，哦，真的要哦依法行政，哦，像依法行政哦，应该是比较好的，应该是良善行政啊。我上课一直讲良善行政啊。哦，良善行政应该是比较好，不然的话，依法行政，恶法也依法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恶法的话，你也不应该要遵守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你明明知道说这个部分弄下去会有问题的，违反比例原则，但是法律上规定没办法，你还是这样做吗？对不对？这个部分呢，哦，你应该的，应该的哈，哦。你像交通违规单好了，交通违规单哦。那个能不能告哦？能不能劝导？这是条文里面都有规定嘛？哦，是细则那边有规定，能不能劝导？哦，但是它里面有概括性的规定呐，啊。你认为这个开下去会对怎么样怎么样的话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不然开你不开就有图利的问题嘛，对不对？你不开会有图利问题啊。啊，开下去对待说哦，这弱势族群怎么样？可能对待那个他主要交通工具。我讲一个很简单的哈，老师当刑事在台南当刑事组长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分局长哦，涂分局长啊，涂分局长，他就是涂一刀的，涂一刀，他不讲人情的啦，哦，他就是那个真的标准的，照革命警察照规定来啊。他那个殡葬车，以前殡葬车有没有一个南西哦？南西殡葬车一个哦夫妇有没有？哦，那个很认真、很辛劳的、很辛苦的哦，因为山区嘛哦，赚了一点钱，然后去贷款买了殡葬车，新的殡葬车啊，结果开去菜采被派出所拦下来开单，一开单车殡葬车，结果怎么样嘛？一定要送拆除，要扣车，要解体啦。然后一言来讲，有啊，一言来讲怎么办呢？
讲不通啊，在那个在分享个性就绝对不讲话，然后看到一眼来就跑，要讲不通啊，那到哦，那讲不通一眼就这样算了哦，这分享这样子算了，你知道吗？发生什么事吗？两天以后，那个夫妇哦，喉咙要上吊，喉咙要自杀了，哎，闹出人命了。那一眼，你看地方哗然那个，哦。你看那个一眼能方分几掌嘛？哦，这个八十年代的了，那个案件呢、啊？哦，那个上网查不晓得有没有呢？那个就是，好、哦、像这种东西你放是不是有图利罪的问题？但是是不是有其他方式来处理？哦，这部分，好、哦。可以签嘛？你就签，你签的话就是让上面来那个嘛。哦，当然你这样放会不会有没有图利罪的问题啊、哦？但我们工人也，哦，如果是比较特殊的，哦，而且长官愿意的话，哦，你不用当婚姻长，当然不可以嘛。那你就往上报看看，对不对？哦，报往上报的话，你上议员去上面沟通。那你就是可以免除嘛？纵使上面的局长有担当，哦，或是没有担当，哦，没有担当，那也以你有一个交代嘛，一个交代嘛，哦，好了，在这部分呢，哦，那个临检的教育哈、哦、训练一个很重要哦，临检是哦老生常谈，但是因为带有新人出哈、哦，那个落实教育训练哈、哦，往往那个训练哦。哦，那赶不上那个哦变化了哦，很多法律的规定哦，还有那个民意的哦高涨，或是哦那个哦法官还有法律的修改这些的变哈、哦，那个修正哈、哦，会有不一样的哈、哦、时代背景哦，会有不一样的做法。好，我讲一下这三种中心派出所啊、哦，中心桥派出所的啊、哦，去年在那个哈、哦、看到一个哦那个。移工有没有外籍劳工啦、啊？哦，雷尼，那个就攀查，要叫他拿身份证，一时拿不出来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他那个女孩子就说：“哦、那个哦，我可以哦，我就住在附近哪里，所以用手机通话，请那个社工哈、哦、跟友人哦，透过为哦告知为哦那个证明说他是合法外籍劳工啦、啊、哦，然后那我们的严谨就啊、哦、没有查证啊、哦、就拒绝了哦。”然后就那个给他上锁铐，哦，你爸把那个椅子哈、哦，坐在椅子上，并将锁上铐在椅子上，这个等于公审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们警察怎么这么大的权限？我真的是这基本观念的哈，好、哦，这基本观念的，好、哦，就像如同警方，哦，那个违法开枪一样，你就把当场把人家击毙了。哎，你是执行法官，好、哦，执行检察官的那个行权的，那检察怎么会？我们是民主国家呢，我检察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权限？你不现行犯，你也给他上锁铐，哦，那纵使是哦，那个逃逸外劳也好了哈、哦，逃逸外劳能不一定要全部上锁铐，尤其女孩子，这个比例原则问题哦，还有这个规定的问题。哦，现在上锁铐现在有新的规定了，对不对？你靠在椅子上这个部分真的很不应该了哈、哦。这个部分办这些哈、哦，如果还没有这个市政明确以前哈、哦，你宁可先呼叫，叫来支援来查，不要先上锁铐。你先上锁铐，你就是现行犯了嘛。那你那现行犯，或是符合规定的，你就该上锁铐嘛。对不对？这个部分，哦，那人家是弱势族群啊、哦，你到国外去好了。你如果碰到国外警察对你这样子，同样的哦，人家是那个哦，外籍劳工是哦过来，从外面来这边，他是弱势哦族群，弱势族群的话，他会被你吓坏，他对你的警察哦，都说警察真的很那个。好，那这个部分就是然后带回去查证啊，带回去啊，呼叫巡逻的时候到现场，然后带回去警务处所派出所查证，然后看到没有问题啊，
然后被查证的时候就把他管束在桌子上，哦，也是一样，靠在前务处所椅子上管束。哎，这个部分代表派出所你还这样管束，这个罪很奇怪哈。哎，就是，而且这个过程中哈，这么多长官，这么多同事，所以我都觉得很奇怪。所以说就是教育训练的问题了哈。那没有同事，没有学长姐或是长官来制止吗？你如果是我当所长带回来，我就一定问他干什么？哦，哦，那个外劳，逃逸外劳是不是？还没有查，还不晓得，哦，不晓得，你为什么给他上所告？赶快，赶快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副所长嘛？哦，啊，如果是我，像我以我的，我要追究的话，当天去督勤的，当天有看到了，有牵出路的。长官我这边来看到的，来牵出路，我调录影带，我就长官连一经处分。这样的话，就落实教育训练才会那个的。哦，好吧，这些东西让我们那个哦严谨了解说，真的是这个不可以，哦，不可以哈，哦。好，然后哎，查没有问题以后有没有见无可疑，就身份证啊、证件、影像档哈，解开锁铐并驾车降区等那个哈。哦，放在放生有没有？哦，往台哦往新北市三重西环河南路跟大同路哦后任其离去。你管束完哦，如果你上我的课哦，你上我的课，你就知道管束完可以任其离去啊。没有交代一个人来，家人或是相关的社工，你可以任其离去。你上我的课，你就知道为什么结果。你一个酒醉的，你带回来派出所管税，管束，好，时间到了，哦，时间到了，让他回去，让他回去，走到派出所被车子撞死，谁的责任呢？我上课都这样讲啊，哎，我们警方的责任呢？哦，你去看警执法，哦，讲得很清楚，管束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管束完？怎么可以任其离去？这些都有问题的。还有那个，我从那看，因为这边看哦，判决书跟那个起诉书，我看一下哦。这带回去哦，好像逮捕、权力告知都没有哎，有没有？这权力告知都没有，权力没刚提审法没有权力告知哦，有没有？这就法律问题呢，这条啊，有没有？逮捕基金的人员，你给他戴上手铐，不是逮捕基金吗？违反第二条第一项，第二条第一项是什么？人民被逮捕基金要当原因、时间、地点啊，依照提审日以书面告知本人跟指定器，你有没有告了？没有啊，我看那个清单里面哈，没有这个，应该也没有写这个的哈。你看，就偏移刑事哈，偏移刑事的话，哦，像这些都会有问题。这个还有那个呢。也算是，哎，这是要起诉的呢，这不是罚款，而是罚金哦。这个是罚金哦，有没有？哎，罚金哦，罚金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罚款哦，一定要起诉判刑哦，有没有？这很严重的事情，哦，很严重的事情。好，这个部分的话，提审法说很重要，考试也会常常考。我跟你讲哦。你们考试啊，如果不注意的话，什么时候考出来，哦，就差很多的。哦，哎，我看这哦这两天考试，我看那个老师的解答，哦，老师的解答那个犯罪侦查解答，我不满意哦，不满意。那个犯罪侦查啊，犯罪侦查的解查有 SOP， 警察侦查犯罪手册。啊！你不写，你就写这谁责的？写那个一大堆的有没有？你没有照 SOP 来写，你分数怎么会高？警察侦查犯罪所就他哦，这个步骤都跟你写好了，要怎么都是跟你写一大堆。啊，你就写一两点，哎，警察侦查犯罪所这第几点呢？你没有照他的那个铺陈来写，你再写的再怎么哦，写者好，哦，这个好。哦哪一个学者有探讨类似的题目还是怎么样？我跟你讲，分数都不会很高啦。
因为我们训练的哦，标准答案都是警政署，犯罪侦查手册嘛，警察侦查犯罪手册，犯罪侦查，你要照那个啊。那、啊、你都不照那个，你分数怎么会高呢？好，好不好？那个，好，这个条文哦，我出来讲哦，你们那个这迟早会考，不管考情境，不考刑法，哦，还是考什么，哦。这个上锁铐到底302还是304？啊、哦，啊，同样，然后都啊、哦，罪职本属相同。哦，如果本属相同的话，那法定刑302比较高嘛。哦，302哦，那个强暴胁迫为手段呢、啊？哦，能不以不外以强暴手段哦，罪职相等，对不对？哦。手段啊，手段啊，手段那个哦，不法哦，还是非法有没有？哦，这部分哈、哦，你看呢、啊？好，那个这302啊、哦，那个因为本刑5年哦，304啊、哦、比较轻啊、哦，好不好？然后这边有一个啊、哦，利用职权啊。哦假借职务上的权利、机会或方法的问题啊、哦，故意犯渎职章以外，那有刑法134啊、哦，134加重其刑至1/2啊、哦，这是起诉书写的啊、哦。然后这边的啊、哦，这边的我是判决书里面写的啊、哦，这简易判决的啊、哦，那个好、哦，因为134是一个独立的罪啊、哦，它不是总则的加重。它是分则的加重，有没有？好、哦，这个分则加重跟总则加重不一样哦。法定刑它已经分则加重，法定刑已经变到7年半了哦。好、哦，那个加重1/2的话就7年半，7年半的话，它都不能一颗罚金，不行哦。41条一颗罚金是5年，哦。所以说这个加重1/2的话，像这种刑法哦，基本观念或者情境实务哦，你们都要注意哦，情境实务都要注意，这都很容易考。哦，总则的加重，法定本刑并未改变，但是这是分则的，134是分则嘛，渎职章，哦，这个部分加重就它本刑，法定本刑加重了。变成7年半了，7年半的话就不符合41条一颗罚金，所以这没有一判一颗罚金哦。好、哦，但是2年内的话，那个判刑2年那个还可以用缓刑啊，他到最后用缓刑啊，给他机会了啊、哦，有没有缓刑2年？好不好？那个剥夺他人行动自由有没有剥夺啊？假借职务上剥夺啊，那就134，然后302。好、哦，这个部分我再讲一下啊。提升法这部分的观念、哦、很重要、哦、人民跟国民不一样哦。国民是我中华民国哦，国民人民的话包含国民跟外籍人外移工啦，外国人都叫人民哦。哦，这同学那个你们念宪法的都要注意啊，就应该都没有问题的啊、哦，但是。要稍微注意一下、哦、好，然后这个哦，这个提审法我跟你讲，我看到电视在好、哦，像警方去抓赌博哦，好、哦、去中丢有没有抓赌博，然后把抓30-40个人用游览车载回来，这样可不可以啊？哦，我若是我当律师，我就去提审。哦，我本人或其他人，我那就随便写一写，我就要提审，他人都可以哦。我看他能抓了，我就去哦，他的地方也去提审，我就要放人，有没有？为什么要放人？你中丢来密里面又赌客，你怎么可以用现行犯给他抓起来？哎，上游览车好了啦，还是上警车，你怎么可以？你没有，除非他当事人同意哦，啊，不然按照是违法，他是猥亵，不是违法。他如果是违法的话，哦，如果是像那个把风人员，哦，把风人员或是庄家或是那个经营者，那当然刑法，那刑法那当然可以，但是赌客是现行猥亵，
你给人家带回来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注意哦。以后我跟你讲，什么时候会发生不晓得，哦，会有状况。那每年每食物上都很常用，抓到尾系的，你就直接带回来办。要办是没有错，但是你不能直接带啊，你就会说，哎，躲要到派出所，哦，对不对？他也知道名字嘛，也那个轻微犯罪法，社会法。是轻微犯罪法，你怎么用现行犯逮捕呢？一样给他上巡逻车，或是上游览车带回来哦，分局礼堂哦，警察局礼堂后、哦、那个声势浩大，要做笔录，哦，这小心哦，小心哦，要跟人家哦提审哦，提审哦，哎，这个像这种东西都是违法逮捕，哦，像这种东西就跟这个案例一样，有没有？你给他上手铐，哦，迟早，哦，迟早，哦，好，那个要告知，好、哦，刚刚讲过，没有的话有那个好、哦、10万块的罚金的问题了、哦、你看外国移工有不晓通晓国语者有没有？就外国人啊，语文有没有？你要、哦、比如说泰国的，还是哦马来西亚的，还是哪里的？好，你那个语文，我们还用韩国现在目前还用17种，是不是？哦，十几种，哦，好不好？提审啊、哦，提审完就讲过了哈、哦。一般来讲哈、哦，我们做笔录，我们的严谨就只有懂这个啦，真的有没有？中低收入原住民哦，这个都懂了，要请律师的。啊，其他依法令他都不懂，哦。那个法服那边有没有？你像移工的话，哦，他只要是来看护的，跟你讲，通通都符合。只要他拒绝的话，他不用自立哦，哦，不要自立证明哦，哦，所以说我们严谨哦，不要只有记这三个，你其他依法令的，哦，其他依法令在侦查中这个哦，31条第五项，这个也是精神障碍无法哦，那个完全是陈述。这个部分侦查中也是可以请，没有错了。我只有知道这个，而、啊、其他有其他依法令的，你像那个法服的，有没有保障人民？这不是保障国民哦，是人民哦。既然是人民的，包含什么？外国人，有没有？所以说没有自立或其他因其他原因的。你们像原住民有没有？原住民是无自立还是其他原因？原住民有的很有钱啊，怎么是无自立？不是的哦，中低收入户是无自立，像原住民是其他原因的啦。我们国家是对原住民一种礼遇、一种保护，哦，而、啊、原住民也有立法力量，也有当医生的呢，那没办法哦，政策。要、啊、不然以后你就修法说原住民反正是哦，那个大学毕业或者说有哦有钱有势或是念法律的哦就不能，但是毕竟哦现在没有这样规定的、啊、哦好这个东西无资历了有没有符合这个中低收入户了哦，然后什么符合特殊哦禁欲家庭哦扶助条例第4条这个。哦，还有什么那个原住民呢、啊？有没有？还有最轻本刑3年的有没有？比较重罪的？哦，那个你侦查中、审判中都可以啊、哦，都可以。所以我们做笔录哦，那个我原本不要说只有95条，刑诉法95条了，那个大概都记这三个啊。你那个移工忘记了有没有？哦，移工忘记了。他们可以请律师啊，你看他移工的话，你还是要哦，你用你有没有其他依法令得请求法律辅助的？看起来是移工的话，你要告知他，得显念辩护人，有没有？刚才对了，这全对了哦。好，那个你看了那个法。立扶助法第13条啊，这个没有需要审查哦，自立哦，不要审查自立什么？第4项1到5款，第五条第4项这个、啊，第五条
哦，第一项、第二项、第三项啊、哦、第四项，这个啊、哦、一到五款有没有？哦，那个一到五款啊、哦，哦，这个哦，第五条第四项一到五款的哦，没有不需要审查的哦，有下列词哦，经切结后推定为无资力，无需审查推定的，这推定就是哦，就是法律赋予的嘛，叫推定嘛，对不对？无需审查其资历的有没有？就业服务法四十六条一项八款到十款，八款是什么？海洋移工、移劳工作的移工的，哦，第九款是什么？家庭帮佣跟看护工作，有没有很多？我们现在很多啊，就第九款的啦。啊，第十款是国家政策引进来的，哦，国家建设的，有、哦、这就业服务法这移来的，跟你讲，他们那个只要切结，我只要切结，我就是弱势转好、哦、弱势，我就要可以请律师。无需审查其资历哦，好不好？这个这基本的观念哦，我们那个严谨要懂了哈、哦，要懂的是刑诉法九十五条，不要只要你们知道懂刑诉法九十五条，只有原住民中地受户啊，这个、其他移工你也不问一下，啊，移工这样的话，哦，你那边就是给他请律师，那什么关系？对不对？你请律师，你还可以多休息嘛。我年紧了，对不对？等律师来，我休息一下。好、哦，不用这么急嘛。啊，在这等律师之间，你我可以，你作业那个前置作业可以继续作业嘛？好吧，那个你看呢、啊，法服的非中华民国国民有没有？国民、人民，老师讲的观念嘛。你虽然不是中华民国，你没有中华民国国籍，但是你是合法居住中华民国境内的人民。我是哦，这个就业服务法进来的，我是家庭帮佣或是看护，合法居住啊。我持那个哦，护照进来还是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拘留了啊、哦，好，这给我们一个哦，再次的血淋淋的教训了啊、哦，诶。我就做几点呼吁的哈，检讨跟呼吁的哈。那个，那个五三五再讲一次哈。有关临检规定，并没有授权检察人员得不顾时间、地点跟对象，任意临检取缔或，哦，那个盘查的啊执行技巧嘛，哦。好、哦，这部分就没有嘛。哦，这个老师在以前哦，在詹老师那边哦，詹老师那边的时候哈、哦，一定有讲过了哦。那个哦，詹老师那边我已经有讲过了。哦，詹老师那边我有讲过了哦。像这种东西，哦，还是要哈、哦、那个技巧要注意的，要注意的哈。临检盘查执行技巧还是要注意的哈。哦好，这个部分哈、哦，这个本案可以说是台湾移工人权啊、哦、保障的指标性案例哈、哦，因为我们提审法的角度，或是两公约的角度啊、哦，我们国内的对人权这方面，尤其对外国人的保护，真的很着眼，很着眼啊、哦。好，这个部分啊、哦，那个。检察官跟起诉法官判刑啊，值得哈肯定的。我们仅哈，我们应仅记起此事件给警察的教育跟训练，加紧脚步，哦，要建立绩效，哦，核分制度，哦，防范类似的事情再度啊，警察绩效核分制度哈。那个我们这司改会啊，司改会这个案件，因为司改会几个啊民间团体强哈、啊，那个有很积极的哈、啊、介入了，啊，所以这部分我们司改会啊，司改会啊，那个司改会那个好多次都啊针对这个警察绩效的啊，就那个议题啊在讨论啊，有开的那个啊研讨会，哦、啊，老师哦、啊、
也有做去啊、哦、那个报告过，好、哦、去年，好、哦、像这个东西的话，警察这个警察法修法有没有把那个啊、哦、警察绩效，哦那个考核制度，哦然后用法律保留，哦在警察法让他哦那个引进哦引进那个外部力量，哦。来督促、哦、警察不要过分的、哦、那个乱钱啦、哦、乱钱就不可以了、哦、但是因为这种东西我们那个没办法要求严谨说每个观念都很正当 很正确嘛，对，我们只能讲比较客气一点、哦、如果有外力来引进随时制衡的话，我想、哦、警察那个像要求、哦、专案起地移工、哦这种绩效的那个哦，那不当的哦制度可能就会哦减少，好、哦，也就避免哦不当哦诱因追求绩效而生的歧视，哦恣意性不当执法行为，哦这样国际酷刑哦酷刑公约跟两年前公约有没有？你上手铐就不行啊，违法乱上，那酷刑公约哦那。在公约里面，两年前公约你要保障、哦、那个、哦、那个人民、哦、他的那个、哦、人权啊，对不对？不行，因为上给他上手也不行啊、哦。好，好不好？那个这个绩效制度建立可以从警察法来这边的、哦、引进中央跟地方啊、哦，这市改会啊、哦，那个讲好多次的啊、哦。我希望说我们那个警政单位能够听下去啊、哦，然后啊、哦，立法委员好像在推的哈、哦，那个。新竹哈，新竹立法委员哈，那个，哦，那个在推的哈，在推的话，我希望说哈，这个会哈，最近的会期哈，最近的哈，立法应该是不是哈，能纳入来检讨，好，这样的话对警察、对老百姓、对国家、哈，对移工都是视野，四方面都赢，好不好？而且这个部分，那个第一个哈，那个对我们考试也是蛮重要的基本观念。哦、不管是我的法规、刑法、情境、实务，有没有这些都是相关？哦，还有对我们警察哦严谨的教育哦，那个当老师的嘛，哦，就是有负哦这个社会公益，哦，要随时教育哦，随时教育我们严谨嘛，哦，你看你有上我的课，哦，你碰到事情了，你最起码不会，哦，不会太冲动，有没有？你会哦。在斟酌嘛、啊、如果没有你有这种概念、哦、你就会注意到，如果没有这种概念你也不晓得，但是我理所当然我当警察你我全部可以这样子、哦、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今天那个、哦、这十四考点的、哦、就讲到这边、哦、希望大家、哦、那个能够、哦、那个斟酌、哦、这相关的规定、哦、我讲过如果真的相关规定你 一时没办法理解，可不可以有时候哦，回归原理原则、比例原则啊、平等原则啊，哈、哦，那个法律明确性原则啊，哦，正当法律程序啊，这些上课都有讲，你碰到试题不会解答，哦，条文一时想不起来，那你就到最后你就用原理原则来解，绝对 OK 的啦 ，OK 的啦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讲到这边，好、哦，谢谢。